继续从镜头再来讲其次，嘉义市文在店扩大营养午餐补助，延伸到各中学校，对附近中学补助一年度60位学生营养午餐，总价大约600万。学校感谢庙方资助学生，也集合受惠学生前来向文在寺说多声，也希望基础受惠，日后会当有所成就，传授帮助他人。嘉义市附近中学为了感谢嘉义市文在店文在寺对60位经济贫困的学生营养午餐补助，由副校长柯水山、教务主任李国英率领受补助的学生，以虔诚的心向文在寺致上12万分的谢意。补助阮附近中学60位学生的学生午餐，或者学生吼会当安心在课位方面。我们今天把这60位学生带过来，希望他们往后事业有成，也能够回馈社会，让孩子感受深一点，是今天我们来的最主要的一个意义。学生代表陈进文表示，今天受到文在寺的眷顾跟协助，他日如果毕业就业，行有余力的时，也将秉持着回馈之心，会当有机会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学校向文在寺管理委员会罗元庆主任委员、林天豪总干事以及庙方干部，感谢今天全庭的陪同跟协助。这营养餐将先生所管理观看真多，专看专用，所以今仔日咱做国小已经怎啊，我了解起来，足侪社团来投入到咱这个文在寺吼，去做这营养餐，甲这个庙宇，甲社团拢来去投入，所以了解起来，即卖请的比较少，所以咱就搁开始进入正，为各地方开始搁做起，吼，为各地方这弱势的家庭，也是这社杂会种种吼，咱这专看专用，一定爱这个情况，一定爱用对。到口上，袂使讲随便来申请就爱用，甚至吼，阮即摆等一下点外，了开始来大南吼，咱同济中学来申请，超过将近超70万，啊，咱阮要公文来啊。相信今仔日受援助的同学，会当亲自向文在寺致谢，应该会当感同身受伊的慈悲。同时，学校也予参与的学生上了一门上好的成果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